谁最帅？我帅。好。谁最帅？我帅。小白，我们以后把我们王家的家风一定要传承下去。2024，龙头地台，龙威传。今天是大年初二的下午，我们一群大小来到了一个古老的中国民间传说故事伍子胥过昭关。在以前不时常听家父提起家乡的伍子胥过昭关的故事。今天是初二回娘家，这里也办了一系列的回娘家活动。这就是城墙了。那是打仗啊，那打仗就是这样打的。我那打你，你打不动我。你咋一？哎，故宫的是那个长城啊，不都宣了吗？对对，城墙。他就是伍子胥，这个政策。伍子胥，话说伍子胥是楚国大夫伍奢的次子，当时楚平王在位时，伍奢是一位太师。后平王听信了少师费无忌的谗言，伍奢被杀，伍子胥逃走。楚平王下令画图形捉拿伍子胥。伍子胥先逃奔到宋国，因为宋国有乱，又投奔到吴国。路经过陈国，东行数日，来到了昭关，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含山县。世传伍子胥过昭关，一夜即白了头发。伍子胥便混过了昭关，到了吴国，老家到了，嗯，真正的老家。嗯。多少走？没有这边盖的啊。这个是后面是我舅妈、大舅妈盖的，这是后面盖的。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，这是后来盖的。哎，老家。哇，这么大的荧幕啊，吓死我了。我知道，吓死我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看镜头啊！
一啊两，谁最帅？我帅。我大姑说了，熊爹七代姑姑在此各大队伍为家。也是我们全国家族的家人回家了，希望你下次再次携大部队回到我们的老家啊！大姐，大姐讲一下，大姐讲一下，大姐讲，大姐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哎，我跟你都说好了，没想到在我这样的年纪，还有妹妹回来看我，我太幸福了！对对对对。你希望你能领着回家，对，像我王家的嘛，壮大队伍了嘛，对对对，壮大队伍嘛，对吧？你录下了，来，快点，哎，妈，你小叔讲话了，开始。小叔说，怎么是的？我太自卑了，讲不出来。你就别讲，来人，给我回来，来，是。我讲错了，我就模仿你了，来，开始，三叔，开始。来人，给我回来！开始啊，来，预备，起！我来这，你看看你怎么不回来？三叔有新意，有创新，难怪三叔我跟你讲，装的房子没有人能够模拟。三叔听话，来接着，啊！咱就反配偶，赶紧配偶。今天啊是大年初二啊，也是我们龙年春节期间，我们台湾的姐姐回到我们老家过年了。今年我们的第一代亲人已经已故了，今年第二代到我们的地方了。今天我们全家第三代还有第四代乃至以后第五代，将来我们以后把我们王家的家风一定要传承下去，一定要团结一致。对，团结就是力量，我们一定期待我们的下一辈要做好这项工作啊！我们台湾一个到我们这地方来，有机会我们大陆人也可以到那台湾去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。好，好，二零二四两头一台我要把我的眼睛回到
在高高的山岗，盼望天不休到我家乡，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，为寻高原送来安康。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，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，从此山不再高，路不再漫长，各族儿女欢聚一堂。苍苍山水绵如飞纵千里山，天地威严一太强，下关在何方。今年我回老家与我的家人一起过年，虽然短短的只有五天，其实真正时间也只有三天，除夕、年初一跟初二，但我一直很珍惜这几天的相处，只怕时间悄悄的溜走。这次为家人们拍摄了一些影片，就是想要留个念想，感谢你们这几天的陪伴，忙里忙外的看着大家非常开心的笑容，代表着我们是一个和谐温馨的大家庭。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有你们真好。两头一抬，龙尾传承。